好，接下来是要介绍我们这个新款的这个可调式的深弓哈。为什么叫深弓？一般的巨弓啊，大概是90到95公分的这个深度，所以我们在锯切的时候，如果你的片片金属片比较长一点点，都容易卡在这个地方，不能转过去，甚至你卡出去，它刚好打到脚，所以你就没办法锯比较长一点点的金属片，所以这样的弓就变得非常好用。好，你只要一样把锯子装上去之后，就算再怎么锯，你15公分非常够你锯，这样的距离都可以很轻易的去做一个金属锯切的动作。这是我们新的一个产品，做一个深弓，新的一个15公分的深弓。